做好，就是你应该没办法就是一成不变这样做下去，因为社区的环境还有社区面对外在的那些挑战是一直在变动，所以社区的产业一定是要一直去转，一直去转。所以我觉得如果是够聪明的经营者，他应该是有办法去看出那个状况。那当然像福寿，如果是以福寿的例子来看，就是很明显的说政策上已经是规定，法律上就是规定不能养殖，不能繁殖，它就是外必须清除的东西。所以可能就是说如果担心那样子，就变成会有一些立法上的压力。其实老师，我觉得像那个福寿螺啊，怎么可能请那些大厨啊来去研究怎么样把它煮得好吃一点？那如果真的煮得好吃一点的话，说不定很多人就会去，他就可以就可以，就能被你抓了。对，就看你们要抓。因为他当初会引进，一定是没有当初引进就是经过评估吧，想要吃啊，啊，就是那时候就是吃啊，说吃肉啊，螺肉啊，对啊，那为什么还不吃呢？那个平衡没有达成，就是爱吃的人，爱吃的人吃的速度达不到他反思的速度。现在有人吃吗？应该是没有。对啊，因为没有人觉得好吃。这表示需要找那个那些创新的人来煮嘛，煮到它好吃嘛。